盲级不是万级吗？是万级。我别关门，我上来了。OK。1147，你呢？我们在400。Lancer，三 Lancer 呢？三 Lancer 去哪了？哦，他是不是去调麦了？他应该加入游戏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才他去调麦以后就没音信了，暂时。正在飘过来哈。等等，我们要直接上三楼，上四楼去找炮塔吗？哦，敲他妈的，敲他妈的，都来大厅集合，都来大厅集合。我们先拍照，有的等。我说等蓝色的途中，我们先过来。我们对，哥几个下那个到船舱的那个船舱里边拍照。Cargo room， 来合影了。找不到。就是救命！我卡在船舱里了。哦，你怎么天天卡船？没，我出来了。按照你的网络质量，应该不会卡你。不是，我是那个啥，我是卡到模型 bug 里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兄弟们不专业啊！这是谁啊？哦 ，Lancer 来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个卡肯。卡肯是开，各位卡肯先过来吧。卡肯是去开先锋去了。我现在还在登游戏。哦，好的，你赶紧加到我们服务区吧。现在那个什么，陆克，你用的是那个建筑 VPN 吗？对啊。我也用的是，我现在你那个 Any Connect 有能用吗？我现在登不上啊。我私信给你。我怎么私信给你呢？Lancer 的玩具，你们俩的盔甲，你们俩盔甲到底哪儿不一样？你们俩站一块我看看。哦，还是不一样的地方挺多的。我看看你们俩是谁丢瞄具了。万机的还在，你的瞄具丢了。我们两个最大的不一样是因为我比较帅。19了解。啊，对。不是穿衣服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端口。对，来，Cargo room来拍照了，快出来！快！哎 ，Lancer 是刚才能说话的吗？他还不能呢。你们三个站一行吧。其实你调到那个按键说话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我们三个站一行。对，你们三个站一行。站一行，我们互相一行一行，为什么是一行？那是什么？一排。不可能，你也玩 ED 吗？我这就行了。哎，不对。然后敬礼，然后我们要拍那个的。命令是什么 ？Salute。拼出来给我。看，我们俩正好。M50。哎，我为什么是侧身的？好你站好，看好，站好。哎，为什么我还是侧身的？好了呀，看好了。正前方那个，Lancer， 你也要敬礼。哎，不是谁，我。万机也要敬礼。请把命令再念一遍。哎。你念。Salute。快截图。那个蓝 Sir， 你怎么突然动了？好，可以了。你们确定府里面还有人吗？对，还有空位吗？有吧，应该是还有的。我们拼都挺高的。应该是。进来的时候只有9个人。那不好说，一瞬间都会满啊，这些东西。所以你速度要快啊，自己找炮啊。
二零就三门炮而已。为什么有人发了一个二零五？四个人，你们那里有几个人呢？四个人了吧？我们里边四个。你开先锋负责救援我们。等会儿，这么快就立 flag 了？有备无患啊！还没上船，然后就说已经要爆船了，你们准备好了？准备好。哎，我那我去下边的炮台，已经有人。你们这个服怎么那么少人？现在才十个人而已啊。对呀、我们进的是九个人。不不不，我们包了个服务器。还包服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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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装相信。剩下的五个全部是 AI。嗯，是是是。萝卜专门借给我们用的，然后我们在私人会议上面跟萝卜见面了，然后他说，咱们舰队这做的视频很好，尤其是那个姓雷的，然后于是给我们一个，是给我们一个服务器，很厉害，太装逼了吧，厉害。哎，其实真的萝卜夸过一个人做视频，就是那个第一舰队第一的那个 Test Scorp， 那他本来就是他的人啊，对啊，哎呀，这个炮塔果然是反的，呵呵。哎，为什么我在外面看的时候，这个炮塔是你就位了吗？就位的，我这是在哪边？让我思考一下，我这是哪边的炮塔？哦，我在右边炮塔，我在右后炮塔，左边炮塔有人吗？哎，左边炮塔还没人，哎，后面还少一个炮塔，还有人没就位吗？就是没在炮塔上吗？好像有一个还没有就位。来后面的炮塔，别告诉我找不到地方。我这么记得好像可以、哦。他找到了，他找到了，我看到他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点错了，我出来了又。等会儿我再上去。所以，好了，应该炮塔都上好人了，我看他也上去了。同步录制点不了，这什么垃圾软件，不要用。啊哦，你好，我好像遇到他说的那个炮塔的 bug 了，我再重新上一下，退出再进去，那个炮塔就卡视角了。哦，你再重新进一次看看。如果还不行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冲教船了。嗯哼。我载入好慢的、啊、你确定你不是掉线了吗？哦，你刚说完我就进来了。哦，我好了，我没 bug 了。 OK OK， 十个人的服务也真是流畅啊。哦，好晕啊，但是说真的好晕啊，这个倒着。对啊，肯定好晕啊。哎呀，就是帅。哎，等我一起起飞吧，我在叫船。等他在先锋。不等你，你要来了更多。你不等增援，我到时候不救你们了，警告你啊！哇，但是他已经飞出去了。但是我就是说你一来的话，更多敌人。哦，哎，这倒是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在二七五。海盗来了，海盗来了，各炮位准备战斗。我是炮术长，听到了没有？我是你们的雷娘炮术长，准备各炮位准备战斗。哎，人呢？二七五啊，你们在哪个？对，我们现在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八。啊，后边炮位注意啊，有人要过来了。我已经击爆了一个机关。我看到了。后面暂时没有看到目标。哇，我们掉了点东西。哦，有目标，有目标，有目标。Gladius 在后面 ，Gladius 在后面，左后有 Gladius 正在攻击。哇，又击爆了一个。Gladius 在后面 ，Gladius 在后面。上方炮塔，上方炮塔，呼叫上方炮塔。尾部需要。前方有个 C 吧。尾部有四架敌机，有三架敌机正在攻击。好。爆了，是一个人刷两步吧？对，好像是。大船的话，一个人刷三个。尾部炮塔需要调整一下角度，尾部没有角度。我知道。
但是我需要横跨过去，马上就有角度了。收到，好，我全靠你们了，我的炮全爆了。尾部炮塔损毁。OK。尾部右后炮塔。右后炮塔损毁，我被卡在船舱里了，要妈的！你们在哪里？顶部炮塔没有羊角了。哦，炸了！炸了！船炸了！我死了，赶紧！我一会儿来救你们。我操！我这边还能看见炮塔，我操！卡在这里。谁活着？你们谁活着？都活着的吗？我死了。谁死了？啊，雷娘死了。我活着。我你的炮塔先坏了，然后我就已经在船外边了，所以炸的时候我就直接死。我一会儿来救援。ETA 10 second。你们275请求支援，请求救援。我们在都往空间站飞。空间站是我们的坐标。等一下，那既然卡可能运兵，我就不开运兵的船了。对，我开作战船过来。还有几火，逃离战场。你们先往你们先往卫星里边冲，你们先往卫星的方向冲。我跟万机还有那个 Lancer 好像都活下来了。我靠，救我！你们的炮数长英勇牺牲了。我看到三人是有非常丰富的面部表情。哎，我看见你们在打架了。我开 ODP 过来。先锋，马上再来一个。嗯，又来刷出三个。不会，我这个先锋卡 bug 了。什么？我操！先锋卡 bug 了。我的主炮用不了。那是你碰坏了，真的。没有，一进来就都动不了了。那你是不是要爆炸了？没有。先锋靠导弹加那个次炮副炮已经够了。好了 ，ODT 了 ，ODP 来帮忙了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去接你们了。我来了。我看见有个人在我后面，你看见我了吗 ？Saber。在空间站的路口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两个人在向我飘过来。Contact。我要截个图。这是落，我操！你们两个差点被导弹击中，你知道吗 ？Contact。Lancer， 还有万机，你们刚才有个导弹从你们旁边过去。哦。对，你们没发现吗？没发现。我看见尾焰了。你们都往这个空间站那个入口方向跑。好了，干掉一个。好吧，可以来救援了。还要打弯刀。Big mistake。好，我已经快到了。OK， 我来帮忙了，我正在装。哎，居然有人比我飞得快，我看样子像是万机。就是我已经到路口门口，后面算路口了吧？对，我们已经有两位已经到达了。稍等，我这个应该算人次了，还另外一个人是死样的呢，我没看。我在后面打，看到了，在后面有那瞄准瞄的。那短剑是谁呀、啊？我要去关这个。你雷娘，跳进去了。哎呀，我迷失方向，哦、他已经咸鱼了，已经咸鱼。我又出来了。你去救你去救人了。对，你去救他们，我来搞定他。我看一下哈，按 B， 我找一下位置，有点离谱。我操！彻底削人棍儿。那狗眼的。275在哪里？有点。你就找那个雷达上面会显示。狗眼的那个金色的光芒的那个太阳能板。哦，看到了。
我要把他给开开 power off。 哇，如果是 power off 的话别点。好的，目标全部、哦、目标全部击毁。275275275呀，我变海盗了，真的呀。 power off 我跟你说 power off 的时候不能点。找到了，在这儿，跟着我来，跟着我来。你们仨都在那儿。Yeah, 我看到了，真的。海盗，我怎么能把他给 power on 啊？我再 power off 吧。啊，别别别，不是，你再 power off 可能会再出敌，你就不让他 power on， 谢谢。呀，我居然又加了一个通缉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你通缉上我船，到时候飞向空间站，我会被打的。对啊，那我按了，我要送你去那个什么 FPS 空间站，你自己消停吧。你现在到底打开了还是？我操你可啊！好了，终于是绿了。你这样的简直是逗这个卫星玩的，到底是开还是？我现在在空间站的背面，挺好了，你们飞过来吧。嗯，你是红明，飞的你是红明。啊，我是红明，我刚才把它给关上了，又开开了，又关上了，又开。不是你这是要消两颗星，没事、谁啊、红通通的别动了啊、我先去我先去补弹药，一会儿到 Korea 找你。大家要撤离了，一分钟之后航班就要起飞了。我先去补弹药。呆呆的星际马瑞全部上去了吧？上了，我都把门都关了，三个人都在后面。 OK，你们飞 Korea， 我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哎，怎么消失了？你坐在你这样怎么消失了？这不科学，太惊悚了！哦，有人在打我。你再重新换个位置吧。不见了。当然有人会打你的，你那上面有个红名。有红名啊 ，Security 在打我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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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俩是不是重合了？OK， 我到空间站了。我 Security 一直在打。你不要去那个空间站，你去 Korea。你去 Korea。我补完了，在 Korea。我看看 Korea 在哪儿，我也过来。我原来是我的炮塔，我的炮塔在开火，好像是。好的，我来了。哎，这座位上没有坐人吗？Landing gear deploy， 你们自己去消息。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OK， 我靠，我也成红兵了吗？对，我这样看你也是红兵。我们两个都成红兵了。ETA， 我要冲出来了。没他出 landing， 他出来你就不出。哎，等一下，空间站里边可能有人，你们组队进去，因为外边藏了一艘船。外边藏了藏了两艘船，一个泰坦，一个超皇。一个复仇泰坦，一个超防，应该是。要我好像卡 bug 里面了。不，三艘船，还藏了个野马，我操，里边好多人。好了，卡肯，你在外边负责警戒，你把船开起来，负责警戒，我跟着他们进去。他们先把我的舱门不关了，我直接飞起来了，到时候紧急救援。好的。哎，我怎么看不到你的 ID 了？你是红明呀、啊？还是问吧、哦？我是红明，我看不了你 ID 了。总之我记得你穿这个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一块进，我跟你们一块进，你们先等一下。我是专业。我是专业 CQB 的。你们还在平台上面吗？他们在门口。好，进去。那还有一个人丢了呀。蓝 Sir 不知道去。对啊，三蓝是。蓝 Sir。都在门口吧，你们。哎，有一个人没进来，雷尼啊。真正的红兵在门外。哎，我操。慢慢进。我帮你打开。快进。我居然看不见你了，快进来，走！你先去消行，我们掩护。OK， 走，咱们我上楼，然后你跟着他。你们上楼，我必须下去啊！
我一直能听到我的船加油的声音。哎，外边好像有船启动了，卡卡肯注意一下。我的船的那个是。哦，收到。我就躲在这个 computer 附近 ，computer center 附近。二楼是否有敌人？没有，目前没发现。其实我在找酒瓶，我根本没掩护你。目前并未发现敌人。控制室没人，医疗室应该没人。小心，消完了说一声，我马上。十九瓶的地方，这个人看样子像是自己。是我呀。嗯。因为我认识你的装备。我在那个夹层，我在三层的夹层，别打错人了。OK。三层夹层好像没人。OK。没有人。喂喂，能听到吗？听到了。蓝色。哎，游戏崩了！嚯嚯，我说他怎么不见了？变了，对啊，我说你在进吧，反正现在人也不多，你再进吧。行，没事，你们继续，我来找你。弹药库那我在三层、二层都检查了一圈，应该没人。卡肯，你在哪儿？你跟着他。我这个心消的有点慢啊，看来我在一号平台。收到。不一样的。我在二楼的另外半边，应该是。会发现敌人。对，两颗星是消的比较慢。那外边船是谁的？对啊，他们不会都在里面，都把对方都打死了。有可能吗？哎，我去电脑屋了，我看到万机了。OK。电脑屋这边还有一个平板，我收集一下。在大厅呢。都别挤到一个地方，要不然被连窝端了。然后好、哎、你一颗星消完，赶快再去消第二颗。第二颗星。第二颗消到一块了。对啊。我在检查一楼。我卧倒这样子更容易被看。为什么我还是一直能听到我的破船在加油的声音。bug。对啊。我好像也。我可能真的要去再加一次油它才能好。延迟，然后卡 bug， 非常正常的事情。我觉得现在明游有这个 bug， 真是太傻了。啥 bug？ 就是只要被导弹命中护盾，那么你的武器就双双没有。至少军游就没这个 bug。或者是真的是因为你用的太垃圾了吗？质量不过关。民用跟军用还有装甲上面的区别，但它这个护盾，民用的护盾也消完了，消完了，出去，死了，出门。不管哪个门，反正只管出去就行。万机，我们要撤退了。嗯，我也出去了。哦，看到你了，果然变回来之后呀，哦。哎，你按错门了吧你？对，我按错门了，我刚才卡进来了，一按这边开了。好了，我去上我的车。现在网络代码真的不稳定啊，人一多感觉就乱窜。哎，这是哦，万机在外面。好了，你们上船，我也准备上船。哦，上船。哎，我们 EVA 进去。算了吧，卡。哎，这船上好像没人啊。有人在开船吗？卡肯好像掉线了。我在这里啊。你在船上吗？对呀、啊。他会动。显示你人了，奇怪。好了，我们应该人满了，啊、然后去干嘛？啊，我们先登船。OK。哎呀，我正在出气闸。你们一会儿要去哪里？回炮塔Lisa。好，跳275回炮塔Lisa。我们回来找你。Lisa。要先过275。275安全，我直接回奥Lisa。
我是负责开路的，短剑。嗯，船上人一多就容易卡了。你两个敌的小船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Quantum travel complete。正在飞向奥利萨。一会儿在哪个停机坪集中呢？我这是。Landing request approved。我们已经到730了。然后从七三。加特林能开火的吗？不是。我发现这加特林不能开火啊，大哥。因为现在跃迁中，当然不能开。那跃迁好。有人上炮塔是吧？我在炮塔上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是直接飞烟了，直接飞烟了，直接飞烟了。我操，怎么又去烟来了？刚追过来，直接飞从703直接飞烟了，然后找到我们了再说。从703飞烟了吧？我操！我感觉这个很夸张啊，这个。为什么我在后面听到一堆脚步声？我脚步声，我下来看看。你们在后边搞毛呢？哎，之后我靠，我飞船带大家去格林姆海斯里买装备。我靠，蓝色什么情况？快看蓝色，我看不到自己什么样子。他在说，蓝色怎么了？他鬼畜了。我下不来椅子，发觉自己。你是怎么被吸到椅子上？我去，他在鬼畜，这么鬼畜，杀人椅子。哎，我们一群人围着他跳舞，嗯，好鬼畜。我勒个去、啊！要不我自杀算了，然后我再来，我们一群人围着你跳舞。我准备重进，但我估计没有位置。在耶拉了吗？我们不是要去巨石阵吗？差点后面的。我看我在跳舞。好了好了，你是怎么了，蓝色？不是，哎，卡特，你在那个，你下不了，打几个字母，看我站在你们服务器里。我可能要自杀了。我现在还没进啊，因为我刚还掉出去了。这边居然还有个马桶。我按不了自杀。我靠，这个马桶居然能坐上去了！啊，你刚说什么？我说你打两个字，我看我在不在你服务器里。我打不了，我没有对话框。哦，有。你 F 十二打出弄出来吗？有了。我打了一，我打了一串一，你看到了吗？别乱开火。我从板凳上下不来。你们能看见我的头吗？我手机没头了。能啊。头了就头了。Freelancer 拉 Freedom 拉肚子了。好了，我们去巨石阵。走。哎，我看看我追不追得过来。你们的服务器可能是满的。我应该大概或许可以。哇，我看好像拉出来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啥？可以，我能追过来，跟你们欢乐一下。你真的拉出来了什么不得了？这个门是能开的呀，我记得在上个版本，它那个小门也是能开的。人呢？人呢？这个船上不是应该有三个人吗？有一个在炮塔，有一个。我退了，我退了，然后我再进去。那还有一个在副驾的呢？没了呀，刚才卡在。怎么？我卡在板凳上了。哦，对，卡在板凳上。跟。操！哎，一会儿让我开飞船，我可以直飞格瑞吗？啊，对，哦，对，可以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记得把枪械卸掉。我操！说到枪械卸掉，说枪械卸掉的事儿，在那边没法卸武器，你没法卸卡宾枪。能啊，卡宾枪就不算了，只要那两个枪的瞄具在就。卡宾枪可以卸，但是你得把你的卡宾枪刷掉，就是刷两个主武器先到身上，然后等到卡宾枪没了以后，再把那俩主武器卸掉，然后再换别的。嗯，这个马桶怎么还带什么特殊？哎，这是唯一的一个能上厕所的船。
你才不是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是防止防止。到豌豆就是公共厕所嘛，之前就这样叫的。玩笑，一个公共厕所船，笑死我了。实际上这船可以坐五个，可以坐六个人嘛，马桶上还能坐六个人。哎，你们的航海，你们的服务器才14个人。哎，那不就是我们四个吗？不，14个，十四个，另外10个都是 NPC。对，我们我们去扫啊！你要把子弹打完了，你一会儿你要掏钱装。对，我们去扫那个 security post 啊。我们现在正在去那个，我们现在正在去找巨石阵。巨石阵怎么走啊？你告诉我。正在走啊，就是你飞到Freedom， 你跟他说。你跟着那个雷娘，你在跟着雷娘。我现在还在载入啊。那就我找你们呢，你说跟我说路，是吧？飞到703，先飞到703，然后再从703飞到。我觉得再重新飞一次吧。飞到耶拉，然后从703飞到耶拉以后，向左边看，有一个有两个黄色的那个信号点重合在一块，然后对着那个灯的方向飞过去就行。好，黄色的信号点。对，但是从远处看，什么船过来？红黄。你知道对它是一个红灯和一个黄灯在一起，所以你在远处看的时候，我靠！反正你到了耶拉，就是你先飞703，然后730，然后730再飞到耶拉，然后你到了以后我再告诉你。好，我先过来。730是吧？对，730，然后到耶拉。它这个有专门冲洗小便的装置啊！我操！我才发现。我操！我怎么听着好恶心？哎，你们都用了什么飞船？一个像呼吸机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在弯道。我日，那应该是重力环境。应该是重力环境防会不会太简陋了呀？搞几个好船，防止你的屎乱飘。旁边就是睡觉的地方。我靠、啊！马桶不是会把你屁股吸住吗？也就是你是头朝着马桶睡觉的，我太恶心了。没办法，警用船将就一下。警用船。弯刀蓝还不能飞吧？现在民兵用船呢，反正不是生活船。好了，我们到了巨石阵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已经听到声音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你们的机长雷娘，我们已到达本次航程的终点站泡面巨石阵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拿好别人的行李，牵好别人的老婆，带好自己的，带好别人的小孩，准备。算了，我编不下去了。哎，我们来空降，我已经打开那个孔。我靠！哇，差点又犯那个错误，弯刀稍微一踩油门就出去好多。对。是不是两个黄色点？对，红黄的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您在黄的还是红色那里？它是两个黄色的点。我来了。小心啊，这里有个坑啊。你停好了吗？往前走，万机不要朝前看，往后退，退然后你就下去了。我靠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那个空降的那个口吗？是警察空降的那个口？我以为这是马桶的那个口。我让你后退，你还？这个武器有一个新的 bug。缩什么 bug？ 有一个那个。弹夹插在我的那个突击步枪的那个枪口、特定的盔甲会卡那个，没办法修复。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怎么修复。我们只有三个人到达了目的地，就是这个重甲就会这样。我们在研究这个被砸死的海盗。哎，我们可以逗逼一点，你说？来敌人了。嗯。我靠。一会儿大家在这儿合个影，都来了。我开那个来，我开那个 Gladiator 过来。决斗士，决斗士吗？啊。Gladiator 不是短剑吗？Gladiator 那是决斗士。决斗士，他现在有 bug 啊，他座舱。还好啊。他上座舱会卡 bug， 主要是他的那个弹仓打开，那鱼雷好漂亮。哎。你那个里边可以站，我这个站不了。703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730。哎，谁有那个什么？谁有那个叫什么？看我。730，我看一下，怎么跳不过去？跳得过去。看好了。
啊，不对，我开的魔改黄蜂过来。得有毛虫啊，搞个毛虫过去啊，那好多人在里面可以。飞得好慢呀。对啊，毛虫飞得很慢。也是吧，好拍照吧，拍照。你到时候再拍吧，我现在准备飞过去。耶、哦、了。然后飞到耶拉以后，对，从730飞到耶拉，然后往左边，我靠！然后往左边稍微看一下，能看到一个红色的那个哦，黄色两个黄色的点儿。你要被炸到吗？没有啊，我没事。没有，能看到一个红点，但是没有黄点哦。黄点是我跟海盗干起来，就是在那个最你看到最远的那个点，你看到最远的一个闪着的一个点，是在那个环的另外一边。就是在星球的那环的另外一边，它实际上是黄的。哎呀，我飘出去红点，黄点是不是在中空位置啊？对，你的船呢、哦？那一颗。我的船在上面没飘，弯刀也不会飘。哎呦我操！料理掉。730附近还有什么其他的中继站吗？没有，我找不到730。耶拉的左边。看到了。先飞到730，再飞到耶拉。现在黄蜂的机动性很好。730到耶拉是吧？对啊，730到730飞到耶拉，然后找黄蜂。机动性很棒啊！一般。看到卡可了，你们两个一块过来。哎，卡可在哪儿呢？你把弯刀停在这里就没意思了。我来给你提个好玩的。飞到耶拉要往左看哈。有一个蓝色的那个、不是有一个黄色的那个点儿在闪，然后冲着那个点儿看到一个红点，它实际上是黄色的，它真的是黄色的，相信我，你飞近你就发现它是黄色的。中空地带啊，是不是在内环最里面那颗？对，内环最里边，反正就那个点。哇，看到一个红色的，是红色的。哎，谁飘出去了？它是黄色的呀，算是红色的吗？哎，越看越是越近越黄啊！对呀、啊，它其实是黄色的。有一瞬间相信自己是色盲，他妈的！我康明，我怎么感觉你？哎喂哎，我怎么感觉刚才有谁飘出去了？我，康明，不是我说谁飘到啥东西在开火？谁在那开枪的这地方？我。哦。那我怎么开出去了？你在哪儿呀？我都没看到你。哎！不是你。你有点失控了。不是，弯刀那个一踩油门会冲出去好远，你要小心。我慢慢操作，慢慢操作。谁在我上面飞啊？方舍。那我在你后面。哦。哎，我突然心就掉了。啊？啥掉了？我突然冲凉了。哎 ，public enemy， 他可有一个公敌在我们那个，在我们300的位置，不用管他。谁是 public enemy 啊？他如果朝我们飞过来的，哎，public， 不是我们，我们离他不是你们是在那个海盗空间站，不管我们是有个公敌300多公里，你还海盗空间站？你刚才在干嘛呢 ？Freedom， 你在我船上吗？对，不对，不在，不看到，然后我看到，你们等我啊，我再飞过来，看到有个船在这里。我看到有 freedom 了，看到 freedom 了。那 freedom 开着 freedom 开着我的船。好了，我下来了。你从那个口跳下来，我看你从这个口会不会直接跳下来，就是直接感受到重。来啦！好，蹦，快蹦！哎，消失了。快蹦！我下去了。哎呦，直接掉下来了！真的直接掉下来了！人家还摔伤了。大家来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。你应该再往，会用力的话会摔伤。你应该再低一点，然后就不会摔伤了。哇，好黑呀、啊！不敢再低了，再低的话撞了就。你来试一次。那、我看能不能进，我看能不能再低一点进去。别！你真的要把船弄爆的。没事儿，带点高度，它会有一个那种动作在里面。你假如说太低的话，它就没动作。嗯。哦，巨石正在这里。是呀、啊，来了，我来脸朝地。哦，不错。突然间 BGM 就变了，什么鬼啊？
他 BGM 是这个的 BGM， 是这地方的一个音响在放的。对呀、啊，这飞船自己都听得见他妈的 bug。你他们那个安利米消失了，那就是飞到检测不到的地方了。这是谁呀、啊？黄蜂是谁呀、啊？我。哦，我们还没飞到，飞那么久还没飞到。我到了。Landing gear deploy。这地方没法降落啊！你就算人、啊，你着地了也会飘起来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。不管他了。谁是先锋？没有先锋。哎，哇，来这么多人！发现一架，发现一架先锋，发现一架黄蜂，还有一个弯刀，还没发现。你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上面怎么安了一个什么？卡可是那个黄蜂。黄蜂。嗯，我是先锋。这个黄蜂上面安了一个死神加特林。哎，一会儿想买那个，一会儿想买那个什么的。哎，这个配置就是我给他说的配置，这就是我给他说的那个黄蜂的配置。一会儿你们要是想买海盗的东西的话，让那个上那个就是上弯刀，然后让 Freedom 带你们去。我领来吧，我领你们，准备脸朝地，准备脸朝地。好，卡肯脸朝地，脸朝，很棒，很棒，脸朝地。我来截个图，截个图。好了，不错。好了，来过来看这里，这边有一个被压死的海盗。卡肯，快进来！来来来，看到了。这边有一个被压死的海盗。就这点猫。就是他造了这巨石阵，哎，然后我看通过环看到你们。你看他这一块他还没造好呢，这一块还差三个没造好，然后他把自己压死。好可怜啊，我觉得他。然后。如果就看他们说，如果这货活着的话，他会因为就是贩卖那个，还有个人在路上。对，他会因为贩卖食品被枪毙。他刚才在找着了吗？在奥雷萨撞人。对，兰斯来了呀！这不是他，那不是他的，那不是他的那啥吗？那不是他的决斗士吗？飞近一点啊！飞近一点，然后强降。哇！不用降高，高的就是。哎，直接拿喷子出来喷。短剑是谁啊？有短剑吗？那不是短剑，强将。那是决斗士。请罗架强将。决斗士。你刚才那个强用骑罗架吗？不用骑罗架不行吗？卡肯，你过来看一下你的船。干嘛？翘起来了。翘就翘嘛，无所谓，能开就行啊。很好，很强势。那个飘走了，怎么感觉他？我也觉得他飘走了。待会儿再飞出去吧。咱都上弯刀，然后去围观 Grom Hex 吧。你怎么是红名啊？我要把你打死。别，你打死你就去不了海盗空间站。哇，一大群逗逼啊，一大群的逗逼啊！哎，我的船是怎么了？你的船怎么了？你的船怎么了？被人压。你的船也被受到那个。重力的影响了，我的船被压下来了，我的船被压下来了，被压下来了。谁那么胖啊？刚才谁那么胖？刚才谁那么胖进去了？哎呀，脸朝地。哎，很棒。好，我上船。哎，都上弯刀，都上弯刀。来，都上弯刀，都上弯刀。下一站。等我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了，我来点，我来清点一下人数。我没关门啊，炮塔有人没？哦，炮塔有一个，炮塔有一个，有你们门关了啊！哎，别走啊！别动，别动！啊、还有人没上？我要往上一点，因为下面好了，开门了。嗯，好了，炮塔有一个。哎呀，我操！我从那个口掉下来了，靠！那口不能关吗？可以关了。我们刚才是玩了。脸朝地，脸朝地。哎呀！起飞失败。我记得有个人卡在门口进去，发生啥事？别关门！关门！你们别关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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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，还有不关门我就看掉下去了。人够了吗？没有，他进来两个都从那口钻进去，那口在哪关呢？我靠！我掉下去了。那个口是。那口在哪儿关的？那口是在左边，左边。
门口那个那个灯那里吧。哦，哎，门口的左边，我找一下。你专门研究过弯道那个灯的啊？一开始还以为是卡 bug 开不了门。驾驶室的门口的。你把地板那个大洞打开干嘛呀？我正在想办法关它，它怎么关不上？哎，是那个，是小左边的椅子，左边的椅子旁边的那只有一个按钮，就是那个按钮。那个是 Enter Seat 呀，我这边写的。啊，不是。哦，好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关上，关上了，关上了。了吗？行了，可以飞了。五个人了吗？啊，我来坐椅子上。不是有五个人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哎，那个谁？我掉线了，你们。谁掉线了？蓝色掉线了。去哪儿？我们去 Gloom Hex。行，我在那里等你。飞船就掉下来。船无所谓了。我去坐马桶。Quantum Travel。飞过去又不能 Quantum Travel。已经把信号杆给碰到了，但是因为是量子状态，没有受伤。嗯，不错，马桶很舒服。不，你们怎么跳过去的？因为我是红明啊，红明直接可以跳啊。后门怎么？我好像看到后门了。后门？哎，我们可以从后门进。不过后门会帧数很卡。这是我们上次走的后门吗？这里好像不是我们上次走的后门。我看一下。不是。你还是走正门吧。852米有一个红明的弯道。那肯定的，这里是海盗老窝，都是红明的。那走吧，找地方降落。走吧。拉了一船的人，如果在这个时候被炸了，就太坑了。要不要开火？不要，直接降落。你我开了黄蜂，慢慢的飞过来。你不打，谁也不会理你。不是我的意思，就大家都上船了，这样子很快大家。我还没有上船。哦。雷娘，这应该问你了，我刚才不让清点的吗？他在后面的船里，我跟你根本没给我时间清点，你就飞了。好吧，在这干嘛呀？我请问。要不要回来接上你啊？买东西。要飞很久啊。他已经自己飞过来了。你不是要降落吗？飞很久。你降个落怎么这么慢？我没准备降落呢。那我们干嘛？不是我正在找 pad 啊，他怎么不让我降了、啊、哎，就在这地方降吧，手动降了，全是红的。那就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啊？在 Grim Hex 呀。我现在正在找那一圈，好难找、啊、算了算了，我来接你吧。你回那个，哦，你当然回不了。你随便找一个点，去 Korea 接他。你随便签约一个点，比如说什么什么 ICC 什么的 ICC 什么的都可以啊。不行 ，ICC 好像也会出人。哎 ，ICC 不会出人打你，去 ICC。ICC 接上那个，接上卡。我现在都快到了，你们就不先不要下船，我飞过去看到信标，你们再下船嘛，不然我就找不到你们。那你们先下船。好吧。你现在还锁定着我是吧？我现在还没有，没看到你的信标了。不是，那靠近你。那你万一走迷了，万一走迷了，就真的找不着了。你们在 ICC 吗？没有，并没有。去 ICC 集合吧。走，啊、去 ICC。卡卡来 ICC。你呢？去 ICC 集合了。对，跳过去对吧？嗯。ICC 好。我们弯道里边几个人？跳过去。我在。应该是我在副驾驶。那跳过去了，跳过去了。怎么有个先驱？信使啊，那个信使是我。好，我飞过来了。信使看到卡特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？啊，信使是蓝色。来来来，蓝色。驾驶炮塔上，炮塔上是谁？忘记。小云在哦，小云在副驾驶。对。我要弹射了，准备，我要自爆弹射。哎，别弹，弹了就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了。对，你就没有弹了，你们不要动就行了。或者你对着我们的那个船的那个口那里弹，你看是不是会弹到我们的船？哎，就是。确定我，你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
我感觉他会撞死。好了，我把肯定也会撞死，那不要去了。我把那个口给弄给打开了。快，那个短剑好像要搞我们。啊 ，Lancer 进来了 ，Lancer 进来了。那个，我看是不是往那边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往那边弹。你赶紧过来吧，赶紧过来吧，我们现在很危险。我先自爆，然后弹射。好，我去副驾上面自爆。我靠，你这个自爆我是会爆的，我要远离你，我要远离你。我弹射了，咚！啊，看到你了，看到你弹射了。你真的自爆了吗？我要远离你。对啊，那我要远离我，远离我，远离我。好了，我把那门关上了，他不会从这儿进了。喂，我现在在你们上面。啊，后门给你打开了。好，准备跳，准备飞过去，我船爆了。好了，等在这个地方原地别动。Approaching。别开火，别开火。那边有个短剑在我们附近。雷娘，你看我弹夹。我看到了，你这枪可以用弹夹当瞄具了。卡可来了吗？我正在后门准备接近。卡可是不是最后一个在外面的？我已经上船了。那就是他最后一个在外面。副驾驶有人 okay, 是吧？准备来了，准备来了。副驾驶有一个，主驾驶有一个，炮塔有一个，机舱里有俩，那就剩个卡可了。OK， 来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好了，了然后关门。Go。好，走。来快点，去，不准给我抢马桶，马桶，不准给我抢马桶，快跑，快去，短剑转过来了，快跑，人都已经齐了，快跑，我先睡一觉在这上面，他妈的，哎，其实现在这个船不会跃迁的时候不会让人卡出来的，你们在里边站着也没事，不是，基本上所有船都不会卡呀，现在。除非你在炮塔有可能被甩出来，对啊，但是一般你在船内都不会人、啊、到了吧到就开门了吧，炮塔上是谁？是我忘记啊。 OK， 做点动作给我截个图啥的。啥？你那么多人在船舱里呢？我在副驾上。嗯，玩这个那、哎、我不知道怎么收回来，你看他收不回来，收不回来吗？怎么做那个 fuck you 的那个姿势 ？Rude 是哪个指令 ？Rude 04还是09？我忘了，我是随 Rude， 我是随机弄出来的 ，Rude 就行了 ，Rude 就行了 ，Rude 对吧？啊，对，有的时候不是，哦，是到达海盗空间站 ，Rude。哦，你刚才手里怎么拼 ？RUD， 刚才的命令怎么拼 ？RUD，RUD， 找地儿降落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先别出去啊，还离地面远着呢。拿出喷子准备。拿出喷子准备干架了。拿出霰弹枪啊，不是，拿出卡冰枪。哦，我们到了。准备降落了。Go！ 冲啊 ，Marine！Clear. Moving. Go. Oh, clear. 你们这什么鬼？就我一个人的动作好像是对的。我是合规的呀，是不是蹲在一个蹲在门口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吗？我操，怎么冒那么多人？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就是刷了五个。怎么？这帅你们 ID？ 哎，对啊，神录一下。报上 ID。然后被一发导弹拿狙击枪，被一发导弹连我都、哎。你们都是正规军的那个，就我是穿的很鲜明的海盗风的。把你喷死！哎，我也不是呀、啊，我是。那个看起来像 Bad Company， 不像是那个。把这个压回去。结束了。我这是。哎，敬礼吧，敬礼吧。我这是特种部队的衣服。哎，要不我这样子。毙了。哎，等一会儿我调到导演视角，你再做那个动作。等一下，我调到导演视角。我先坐下了，委屈的坐在那里。我问一下那个。委屈的坐在那里。
哎，好像有新人来。对，我问一下，在那个空间站招船，如果爆的话，会用到保险吗？不用，现在不会，他只会有个 CD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搞笑，少女座。哎，我好像被那个船卡了视角，我看看我能不能调过来。算了，我还你们要拍吗？拍我就开始做肉的。等一下，我得找一下角度，再靠近一点，但大家圈再紧一点，圈再紧一点。拿出喷子。啊，没有，不要这么紧。好，这个距离正好。围起来了，应该是。对，二有故意，二有故意，三好像每次都是这个。哦，不是，每次都不一样。哎，都拿枪指着他围一圈。哎，那个有个人出镜了，拿狙击枪那个出镜了，拿狙击枪出镜了，朝前走。可以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那瞄准。哎呀，好，我再换个角度，那个谁旁边那个拿霰弹枪的再朝左一点，对，好，哎，再朝右，拿霰弹枪的那个，对，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好开始做动作吧，看，freedom， 好。哎，中间有个没拿枪啊，有个人没把枪拿出来是谁？哦，对，好，对，再做一个，这个不对，都瞄着他头，所有枪都瞄着头。哎，这个怎么没做出来啊？不知道，你可能输错了。拿狙击枪那个好出镜啊，他妈的！算了，换一把。好，再来一次狙击枪那个狙击枪那个太长了。好了，切回来了，搞定，走。OK， 进去。走吧。我靠了，这太搞笑了。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？莫名其妙。一堆人都。满六个人了，满我的预期了。我的预期就是六个人。哦，但是现在啊，你们在走路的时候啊，在别人的视角里面看的那个人是一跳一跳的。我靠，对，快进来，里边太窄了，里边太挤了，剩下谁呀？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。好，都进来了，好了，把枪收起来吧，里边是安全区了。对啊，这自动收的。嗯，你们换盔甲的之前记得把枪先卸下来啊，要不然卡瞄具。我靠，那海盗看见要吓尿了。来，这边。一群突击队，妈的，UEE打进来了。而且还有个那，而且这还有个带路的。哎呀！你去对面的电梯吧。好像有人没进来。这个枪刚刚怎么收起来的？这个枪你按一下按键，按二键。没，我看看谁啊？小云在 ，Lancer 在，万机在，卡肯在 ，Freedom 也在，好像都在。都在不管了。都在。这是谁啊？要去救？这个萌新啊。哎，你好。你慌不慌？你慌不慌？你慌不慌？走了，惨！大佬惨无人道的围观。哎，我们去找一个可以打人的地方吧。哎，要去 Fred，要去哪？这是卖普通衣服的。对，先，你们先看那个盔甲吧，盔甲现在最重要。盔甲跟着万机那方向。嗯，我无所谓，我不买了。去 freedom 那儿，买盔甲的去 freedom 那儿，还有海盗的武器可以装备。对，都是违禁品啊，海盗卖的都是违法的。对，你穿海盗的盔甲，你的屏幕就很难，这边走错了万机，就很难显示各种信息了。当当当当，我们到了。哦，海盗这里有狙击枪卖，这边三个是轻甲，然后这边三个是中甲和重甲。妈的，都被你们买走了，怎么少了一个狙击枪，少了一个散弹？你们要是想换盔甲的话，记得先把武器都卸掉。怎么卸？卡兵枪去哪卸？你就在这边一直卡兵枪，你在这边一直换，直到你把卡兵枪扔了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武器卸下来就行。哦。理论上来说，我需要补充一颗笔。我这带了一曲，就是医疗笔。嗯，
你看我的枪都是背在后面的，不是挂在胸前的。嗯，对，挂在胸前只有那个。不是，他有的盔甲，他不同盔甲能带的武器数量也不一样。我这个重装的这个其实盔甲，我觉得越看越好看。嗯，不会吧？我觉得你们真的是要换武器吗？好吧，外边先穿一下。我这个才是最好看的，这么胖，一看就知道是防护力最高的。我猜有人要把我们的船开走了，因为刚才好像没锁门。锁不了门啊！我是说能锁门，你连关都没关。关不关无所谓了，我们反正这边可以重新叫船的。喊无喊无，来来一块做动作，一块做动作，什么动作？做动作，一块做动作。入的入的。他回头的时候，我再给他弄了。来来来，对，等他回头的时候，都是准备好。好，他还没回头呢，还没回头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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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现在在往这边看，好，回头来走，入的入的，一脸懵逼，再来一次。是黑社会围攻，再准备好，等他下次回头。那怎么不回头？真的是围观围起来了，他妈的！好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你们太坏了，还不回头？回头。哎，回头了，回头了！一脸懵逼。来，对着他跳舞，对着他跳舞。跳舞啊，哪个 ？Dance。Dance。就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不要停。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不要停。你们这群人都在跳吗？我是在跳啊 ，DNC 有两个没跳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 Lancer DNC 对，没有按不了，斜杠 DNC， 行 ，F 十二招出你看不见的那个聊天框，走了，我觉得已经崩溃了，哎，来继续围着，继续跳，耐烦走了，继续。哎，我们找个地方能杀人的地方去埋伏一下。继续，来继续都跳舞。在这里，好傻逼！妈的，智障！看不见聊天框，一脸懵逼的看着我们。这他妈是要斗舞？好了，我都录下来了，这都是你们的罪证。我也录了，我要去，肯定要去提交这些东西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我们看不见。嗯，对，我看得见的。聊天框都不见了。我只看到，我看不到聊天框，我只看。Plusky 呀 ，Plusky， 什么语啊？Plusky 是波兰语。哦。Polisky。我靠，就波兰的玩家。波兰人。惨被围观。我们去那个 Security Post 怎么之类的地方？这一看就是一群。可以啊。来，我们去 Korea 吧，就是 FPS 空间站。Question about armor。走。这次不可以叫船。这次叫船的话，都分开叫吧，各叫各的。嗯，你确定他停机坪不会爆吗？不会，这里停机坪也不少的。哎，来，我去叫电梯。他这里电梯总问题啊。Question about armor: Have different or only visual? Have different. 他打的。现在这个版本，大家一起跑动的时候都是一。哎、跳一跳的，这边的电梯抖一抖，这边的电梯。哎，这边电梯好了，快来！
哎，少人了吗？好像少了呀。少了一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我还没上啊！我的 fuck， 你先你自己，哎、你自己坐电梯上来。你万金，你是不是没带枪啊？嗯，对啊，我刚才枪现在都再也装不起来。哎呦，哎，还是刚才那萌新。来来来来，在他等他转头在后面跳舞，跟踪萌新，跳舞跳舞，快来！还有谁没跳啊？哎，哎，我操！我这个海盗怎么突然开始跳进度？跳舞，都跳舞。被吓了一跳、哎。走人了，走人了。好了，走了，叫我们的船，我去。外面好像爆了。